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小兵，流浪中国。有好几天没有更新视频了，这几天呢一直在那个森林防火那里避雨。今天的话终于出太阳了，我现在的位置呢是离林芝还有130公里。今天的话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前面的鲁朗镇，距离我现在的位置的话差不多还有50公里。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特别是这个汗水一直弄到我的眼睛里，太难受了。肉团儿，团儿，哎，这小嘴巴张的，再张一下，我看看，咦，再张一下，哎，真乖。还好了吗？这边错路了。好了，我这边没信号啊。没信号有 WiFi 吧？我手机也没信号，一个信号都没有。没服务，你有 WiFi 吗？有 WiFi 没事，要不然无服务了。今天你给信出来了，关系。兄弟们，自行车踩哪儿去了？上面，上面了。哎，塞进去。这边多。那框框是不是灿灿弄下来的？啊。说呀。慢点，要不要帮忙？天哪，你这个有点沉啊。在哪边啊？累死我了，挺好是吧？挺好。多少钱？140。洗澡有吧？有，这儿洗手间。屋子挺好。3人间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啊？可以。身份证啊。好，等一下。卫生间这里好黑呀、这边的话也是3人间，去登记一下。团儿，我的团儿走了。哎呀，咦，自己跳下来了，牛逼！来，团儿，进来。对了，我们住在这边，我们就住在这里。OK， 你就在这里玩吧。刚刚睡了一觉，然后现在是下午的6点钟了，准备吃个饭。现在呢还不知道吃啥呢，我去看一下都是有什么饭。到时候你吃啥？我都行，你俩吃啥？你俩吃啥？我吃啥。师弟怎么说的？师弟不知道。走都行，那就老你就点了，点吧，老李。啊？那我就点了。我看一下都是啥菜啊？都在这里了。我操，石锅鸡388，香辣千叶豆腐，还行。给我操，石锅鱼65一斤，干锅土豆，干锅鸡杂，干锅花菜。还挺多。我们的。啊，知道。
香菇炒肉。啊，天，那还没吃够呢，香菇炒肉。那上两天都炒几次了，还没吃够，兄弟。那炒啥？回锅肉。得整回锅肉，太难吃。啊。回锅肉不好吃。尖椒肉丝。蒜苔肉丝了。你跟肉丝干上了。关键是这里没啥呀，除了这肉丝没有啥。饿死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来，大师兄，你出手吧。我们都不来，都让你点呢。我点了几个大师兄，全盘否定。不是那个蘑菇炒肉的上天都炒的都啥吃啥样了？大师兄干，我看看我的肉团子，我家团子呢？进屋来了，团儿，你刚才跑出来了是不是？呦呦呦呦呦，等一下给你吃的啊，等一下给你整吃的，乖。我操！那吃辣椒就给你吃了。太恶心了。当当个当个当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团儿，团儿，哎，跑哪去了？看见绳子了，出来，出来。不顶得多，吃饭。他渴了。啊，他渴了。他刚才喝东西了吗？暖壶地下那个漏那个水一顿舔呐，那上暖壶中间一顿舔。一壶水，一不换。OK， 去吃去吧。傻傻不拉登的。